了解市场信息，关注经济动态。欢迎收睇杨利为你主持的八月信息。咁下边一齐关注今日的详细内容。近期国家经贸部、财政部等四部委联合发出通知，对达到欧洲二号标准的低污染排放的小汽车减征30%的消费税。而国家环保总局明确，全国将在2004年全面实施欧洲二号标准。但随住深秋时节的来临，国庆黄金周的房地产业已经开始退烧了。而汽车消费因为国家近日一系列利好政策出台而逐渐咁升温。其中啊，汽车最低计税价格的新标准咧，咁将会喺11月1日起执行噶。呢个俾沉寂咗一段时间的经济型轿车市场注入咗新的活力。国家税务局最近对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进行调整。新的最低计税价格已经在11月1日开始执行。据了解，这次调整共汇总了42个省市的35,557种车型，其中国产汽车21,065种，国产摩托车10,416种，国产挂车和农用车2,796种，进口车1,280种。今年以来，我国汽车价格变动较大，特别是经济型轿车的价格纷纷跳水，销售价格下降更以万元计。这次调整对消费者来讲应该是一个好消息，一定程度上可以促进汽车的消费。这次调整中，神龙、富康、夏利、捷达等车的最低计税价格都有不同的下降，相应的车购税亦都会随着最低计税价格的下降而有不同的下降。例如神龙、富康 DC7160ALC1.6升从11.3万元降到8.5万元，根据车购税10%的税率，可以比调整前少交了2,800元。夏利 TJ7100 由原来的4.4万元降到3.2万元，长安奥拓 SC7080A 普通标准型由3.8万元降到3.5万元。业内人士认为，这次国家税务总局对车辆购置税的最低计税价格进行调整，可望令到车辆购置成本减少3%到4%，在一定程度上刺激了汽车消费。国家税务总局表示，今后将根据车价经常变化的实际情况，适时进行调整车辆购置税。第九届全国体育运动会将于11月在广州召开。随着今次盛会的临近，八月信息一些新老客户通过我们的节目预祝九人会圆满成功。为九人会祝福的企业有南海华豪旅行财有限公司、贺奥运、东莞要办广告印刷行业的奥运会、华健大厦尽享天河公园绿意空间，体验每天25小时新鲜生活、广东恒兴治理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质量信得过企业。源于法国的古时期高级男士服饰系列，深得西方传统工艺的精髓，以时代感的设计和典雅精湛的缝制工艺，缔造出品味独特、独具个性的古时期名牌产品，深受高品味人士的欢迎。法国古时期香港国际服饰有限公司现成招各地经销商加盟，为规范市场管理，统一形象、统一色调、统一价格、统一广告宣传，以平等互惠为原则，友好合作。今日关注八月信息，咁下面为你带嚟名优产品嘅信息。伊美婷，伊美婷，美丽永不停。彩林牌润唇膏、润唇啫喱，广州彩林。吉明铝塑板创造建筑装饰新纪元。瑞士乐朱古力，好味又好食。瑞士照明商业空间情调家居。南海永泰公司专业生产优质塑钢型材精品塑钢门窗。大家都知道中医是我国的国粹，它博大精深，治疗方法多种多样。近年来传统的中医越来越多融入了现代高科技元素，取得突破性的发展。康正微电脑治疗仪是根据特定电波生物效应静脉血栓和浅静脉炎纯中药制剂，化瘀通脉，消肿止痛。